说您那个在100多年前啊，在庙还有在这个 Rutherford 他的实验之前的这样，你在当时的科学家怎么样？怎么样描述一个原子？啊？对，很早就是说在之前啊，他们不晓得原子，他们没有原子核的观念。原子核这个观念从随着时间才告诉我们有原子核和原子核观念。对，说 Rutherford 哈 ，Rutherford 他的散热实验才告诉我们说原子是一个原子核。啊、那原子是带正电的，啊，原子是带正电的。好、啊，那因为原子是中性的嘛，哈、啊，那比如说后来又发现有电子的哈、啊，就告诉说电子怎么样？电子是带那个，电子是相对原子的中性状，但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的，好、啊，因为很显然电子必须要怎么样？我们最 intuitively 哈、啊，我们最直觉的想法就是说电子应该是到原子的中性状，我这是跑开了。对的哈，那原子核最简单的形状是周旋作用状嘛，电子周旋作用状对的哈。那我们知道电子带什么电？带负电对不对哈？那原子是正电嘛？那假设原子核不动，那电子周旋作用状的话，你们知道原子运动有什么特征？必须有加速度嘛，有向心加速度嘛。那你们说的电磁学哈，电磁学告诉我们。就古典叫电磁学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概念词典啊，做有加速度的时候就会有什么？就辐射电磁波啊。那辐射电磁波的它能量有什么？既然是辐射电磁波的话，比如它能量一直在怎么样？能量一直在消耗。那怎么可能电磁波一直在消耗能量的话，怎么可能会维持在轨道呢？哦，所以你用古典物理的话，就没法解释这个，也是没法解释这个问题。啊、哦，所以波尔这做一个很大的假设的，啊，波尔做一个很大的假设，他认为他假设是这样，好，我把这个假设写下来啊。
假设什么辐射的能量、辐射的光通，在同一轨道的、啊。在一个轨道中，在一个轨道运动的时候，它不辐射电磁波，这是第三个假设。然后从一个轨道啊，从一个原始的轨，这是啊，并不是发音的最后的轨道，发音的是原先的轨道。从原先的轨道到这个原先的轨道变到改变到另外一个轨道的时候，它会辐射一个电子，辐射一个光子，那这个 光子就是说，这成像就等于是光子，就是我们刚刚那个黑体辐射那个 HU 那个光子那个能量，啊，这是它四个基本假设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从这四个基本假设对不对啊？我们就可以得到氢原子的光谱，光那个就辐射出来光那个光谱线的。那从这个光谱线刚好怎么样？可以解释那个当时所测量出来的光谱线。那我们要不要推导，只能得到能量？要好，那我们根据这个哈。所说我们叫向心力哈，向心折叠，就电子跟原子的交割嘛，所以得到。那我想这是普通物理的，普通物理应该知道的啊。啊，这个两个库仑特能力啊，这是向心力。那我们学从普通物理告诉我们，向心力等于什么？对啊，啊，对，对吗？啊，这是速度平方的啊。质量乘上速度平方差距啊，这是那个向心力，这向心力等于，那再过来，这是第一个假设，第一个假设，那第二个假设告诉我们什么？角动量要等于是 n 乘加 h 八，那我们看角动量怎么写？对对啊，角动量是那个延伸上速度啊，切入速度，然后乘上平方成的半径。那从这两个公式，从这两个公式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啊。这是一致的吗？这是一致的吗？对不对哈？
R 是未知数 V 怎么样 R 跟 V 是两个未知数，那我们有两个方程式，所以可以怎么样，我有两个方程式，两个未知数，可以把这两个未知数呢给出来，给出来结果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应该没问题了啊。这两个得到以后，啊，就是运动的半径得到以后，就根据这个条件啊，我们得到运动半径跟什么跟切线速度，从这两个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我告诉我们可以到动可能就可以得到能量。能量刚好刚好到位能跟动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位能我们看位能是，啊，位能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就得到位能是那个已故的，第三个，像他们不是在这边。
少，这剂量会多少？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问题还有呢？啊？还有呢？这个，这两个都是错的。我们在普通化学的时候啊，就普通化学是普通结构啊，那个原子里头电子轨道怎么记住？怎么叙述一个电子在原子里头电子中间怎么记住？啊？可以用那个，那个没有错的，我们要用几个量子数来叙述电子轨道。来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啊。一个是 M， 再过来呢 L， 另外还有 S， S 是自学的，那以后我们会先会讲到啊。这是你在普化时候学的啊。这个叫什么？有量子数。现在好，你说呢？小重量量子数。M 呢？好，这个名称不太对啊。这角动量在机方向分量的量子数。找量量 T 方向分量量子数，很多这个是用什么什么？是用所有材料，不是磁性材料都这样用的，跟磁性是另外一回事。以后这些以后我们都会谈到的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哈。这个量哈。这个系数你算进去，方法怎么样？方法是3.6。对，这个系数啊，这个系数是13.6，对。那我们在普化啊，普化所学这个电子能这能量呢，是等于什么？-13.6 eV 乘上调氢原子的话。这个 N 就是右边那些，就你要解释实验的话啊，你要解释实验解释光谱线的话，这个 N 是普量子数。我再讲一次哈，就是符合光谱线的，符合光谱线的这个能阶关系，这个 N 是普量子数。听清楚吗？但波尔模型告诉你一个什么？这是波尔模型啊，告诉 A 什么？这角动量量子数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哈、因为在那光谱线里头，这 A 呢是什么？是主量子数，不是角动量量子数。清楚了没有？而且呢？它也不是透明多运动，因为我们以后要用圆周运动是有特定轨道的。那以后我们解氢原子的轨，我们不会解氢原子的轨道，它不是怎么样，不是特定轨道，清楚了吗？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哦，所以对这个来说 ，L 可以是多少？可以是零的 ，L
缴供电费是零的，啊，也就是从你开头的缴供是可以零的，但破模型二十年以后必须多少，沿着不能等于零的，听清楚吗？好像知道破模型问题出在哪里了哈。那我们可能很多那个研究所考出来的考这东西的，啊，但是它有它的历史价值的。这个破模型有它的历史价值，因为它最早告诉你这个新原子的观念的，啊，但你要记住哈，破模型它是，我们知道它是不正确的，有没有可以？啊，那还有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哈，我就跟你们我刚讲那个黑体复制了哈。那有关证明那个电磁波哈，电磁波是那个量子化哈，有观念哈，黑体辐射是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刚刚你们同学提到光电效应了，啊，那我现在特别讲解那个，我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，我就用这个时间跟你们讲解那个光电效应，讲这光电效应哈，所以光电效应是这样子哈，那。好，我有个近视的人，好用光线照着，我用光线哈，光线照它，光线照它时候里头电子怎么样？电子可以跑出来，啊，那就有人做那光线，做这实验嘛，对不对哈？他测量怎么样？他虽然跑出来电子的怎么样？它的能量跟强度，啊，能量跟强度对不对哈？还有相对它的就相对的价值，啊，电子跑出来的话，它啊，你要加个电压哈，才可以把那个电子跑出来。另外有一个方面，另外有一个那个收集电子测量流。
频率小到一个它一个量以后哈，不管你加多强的光哈，电子都怎么样，电子都跑不出来，相信是吗？所以这用用古典物理共解释的哈，那是爱因斯坦先解释这个现象的。那爱因斯坦解释这个现象就是用什么？用光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普朗克那个观念，啊，就光子的光哈，我们特定频率的光子，它的基本能量怎么样？是没不管正常电。然后材料里头，金属材料里头的电子，它吸收光子的话，它只能够吸收多少？对，只能够吸收点。你说 H 就变成一个什么单位？变成一个地质的基本单位。这样清楚吗？好，那这个现象哈，这因为要解释这个用高中的几个那个观念哈，我先把它画出来。啊，这是那个在金属里头啊，电子的能量的组合，这众多是能量，这众多是能量。啊，那这叫波函数。光函式是什么？就是让电子跑出来的最低所需要供给它的最低能量，这是最快，这是电子的最高能量，电子最高能量在这里，一下它有了，是吧？那这是光函式，就是说电子要你给它的能量要大于这个，它才会怎么样？才跑出来。这是我们叫正方能阶啊，这叫正方能阶哈，对它保持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好，如果你光子的能量这么大的话，它吸收能量到最高到这里，它能不能跑出来？所以你它的光子的能量大，要大到什么范围，它还是才能跑出来？大概等多少是吧？对，高难度的时候，最低的频率啊，好，最低是到这里，对，它才能跑出来。那我跟你解说，就在这里是简单。